動啊！我係第一次咁樣俾咁多雪包圍，同埋好高好宏偉咯。因為咧係平時咧，通常我哋睇外國嘅電影咧，先會見到咁高嘅書架嘅。係啊，但我係估唔到，我係真係會可以去到呢一個地方咯。咁我而家置身呢個書架劇場咧，係足足高成8米啊！咁其實我而家係喺4樓嘅，然後咧佢係延伸到去5樓咯，足足有2層咁高啊！书架剧场放了很多日本大人物和学者的珍藏等书籍，有大约20000本咁多啊！建筑家威严吴佢就话啦，书架是以人脑构造为概念去做出嚟的，如果我个脑都可以装到呢度咁多书的知识就好了。同埋我想讲咧，即见到呢个地方咧，系令我想起我最喜欢嗰对 band 咧 ，YOASOBI。他哋之前紅白係喺度表演㗎，所以我先咁激動咋。日本 Win Win 企劃今晚11點 ，Feel TV。